陈阳的脚受伤了，今天去流泪了。好，到了很大一块肉了。那我今天在车上待着，然后我们现在在榴莲园。那我们在业务的时候，大哥，大哥您再来一下。哎呦！去来接一下。你摔痛了？没有，有没有受伤？头。啊，摔到嘛？头搓搓一下。有没有搓到上面？搓一下，这挺严重的。这是吗？这个创可贴吗？那个什么双氧水啊什么的有没有啊？它消毒的。消毒的有。手是吧？胶。到榴莲园了。美丽的。哎，没拿一点那个擦膜液和香膜液，我们家应该也是有。我就煮水给他们喝，就哪里还有香茅？没有香茅。那个不是香茅，那个花兰叶，我接回去吧，可以吗？啊！哇，有榴莲吃了。奶奶，你表姐看着你的。你陪着这豆，等快烧啊！啊，那等下送去那边的吧。送去那边。要上去收果地方哦。嗯，对对对。现在收果这能卖多少钱一公斤？收获的话，这个要问我哥哥嘞，因为他不在。这个是大，要分类吧，要分类大小重量。要分类的，它有分大小的。它这个肯定比较贵，这个可以。你看这个可以飞了。这个很小哈。这个就可能就比较贵一点。啊，对。那这个也很漂亮。对啊。这样拎起来看，这个也很漂亮。这就是第十三。这个也很漂亮。这个很漂亮，看没？哎，一看这种属于中国的 A 果，然后可以卖很贵很贵的。嗯，屁股撑翻起来看一下。这果应该是五房肉吧？有，你数啊。应该可以，肯定有，看一下。五星星吗？嗯。五六房肉，这比较贵。这个是牛高的啊。我们吃这边的 B 类。这么尖的。啊，对，它刺很尖的。哦，我们那天就是最近是榴莲的收获季节，家家户户都有榴莲的。不是那么美。是吗？还有开空调。这里够多吗？哪里？那里有一个。晚上凉着吃什么冰淇淋哦？我现在去园子里榴莲园去捡榴莲，看看有没有货。他们一般早上捡的比较会比较多一点。走，那别进来了，我们自己进来就好。很多蚊子的。还有音乐啊？对呀、啊。音乐是干什么的？赶松鼠的，好像是。哎，这个辣椒啊。哦，音乐是赶松鼠的。好像是说，这个是赶松鼠还是赶猴子的，反正都是的。请看。蚊子什么蚊子？你放在榴莲树底下罚到，不管啊，不要站在榴莲树底下会罚到，站在榴莲树底下会打到是吧？它现在果它自己熟了自己掉了吗？哦，这树就很大哈。只有熟了的树下才崩网，没有熟的就不崩网是吧？树太高了，掉下来的果子会裂的。树太高，掉下来会裂。然后还有猫，猫上网又比较贵。哦，其他不贵不贵，它就不值得给它崩张网是吗？对，网还挺贵的。哦，这个好多哎，这个树上没这么熟的。这里发现了，啊，那里有一个，快来！啊，哪里有一个？发现了一个小的，哪里有一个？哦，我看到了。这应该带个钢盔进来吧？这头砸破了都没。你不要站在榴莲树底下就没事的，你那种开嘴巴的就不用剪了，都不能吃了。那这个呢？捡起来吧，不懂啊，两头都有虫眼，不懂坏了呢。这是有虫眼啊，所以。那捡回去吧，他要就是要，不是，这个没有价钱的了，1块钱、2块钱一粒。这地上小的好多，你看这也好几个。这个就是可以，
这个小的可以，这个也还可以。哇，这一个树上也很多哎，看得见吗？干嘛？哦哦哦！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！嗯，让我来捡它。哦，又来一个。小哥的不要了啦，没有用的了。啊？那小小哥没有肉了的啦。又有一个，这个还挺大。小哥不要是吧？这个没有肉。那就不要，那只要这两个大的。王姐把我抬走了，不好。哎，你怎么捡了两个呢？对啊，我刚刚在这一棵树里面捡的。走吧，走吧，它已经101。又来一个。啊，这个很大哎。这101，101很容易认得，它的刺很长的。翻个面看一下。不像，哎呦喂，很好，有蚊子。像我都会认得，就是很好认得。啊，这里还有一个，好重！快进来，不动了，我们就去园子里大概溜了5分钟吧，因为这个已经捡过一轮了，这几个大概都是刚刚才掉的。你这么多啊？哦，这效率比你卖那个山竹赚钱快多了，我跟你说。哇！这几个是我们刚刚去榴莲园5分钟捡的，这个是最大，叫101是吧？哇，这个钱真好赚。可味偏甜，这大概能卖多少钱？这几个？要称呢，要称看多少啊，重量。能卖200块钱吗？不用了，卖不了啊。不用200块吧？不要了。那一筐也才多少钱？不用，你人民币200克呢，好像。哦，这里5.4千克，在我们刚刚去了5分钟，捡了5.4千克。这钱真好赚。这一个应该属于 A 股。这一个属于 A 股。哦不不，对不起。没事，没关系的。掉地上。掉下面。然后这几个有点歪，应该属于 B 股。哦，蚊子好多，看看这能不能。啊，这个2公斤，这个2公斤。我的蚊子。哦，我就是蚊子太多了。院里的这边你吃的。我要吃。你要吃啊？确定？这是101，跟我们刚才有点像。有吗？果肉偏黄。看到差不多，看到差不多。黄黄色的。101是黄色，对。那个蚊子弄到你。是啊，谢谢你。你要吃吗，儿子？了吧，101啊。这不是比较弱啊，因为还比较高，摔下来。就是摔了，它才会这么形态看的那么水平就很好，不然就是摔到了就是棉了，因为要掉网。我没吃了，我烟味。嗯，所以它刚摔下来就是稀的是吧？摔了才是稀的。榴莲不要踢到，要踢到榴莲。我烟味。嗯，你要吗？你要吗？有点苦，有点甜。有点苦，有点甜，是什么味道？苦带甜。就是因为有点摔下来了，所以它有点发稀。应该是太熟了才会稀吧？没有，摔到了。摔到了。嗯。摔到不要紧张了。还对，还对，甜甜。嗯。我怎么吃出大蒜的味道了嘞？你要吃啊？微苦对吧？嗯，不会的，这个有点苦，有点甜，那你能接受？能苦。我拿给你，你吃吧，弟弟。妈妈，那
被你戳的心疼了。哎，静瑶好不好吃？来，来表演一个。好吃。好。Apple。是啊。好不好吃？嗯，比一个。比一下，哎，不要弄到底。洛洛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喜不喜欢吃榴莲？嗯。最后一点，最后一点。最后一点。嗯。喜不喜欢吃榴莲？香不香？问你还要不要？买了，搞了，搞了。嗯。筷子们。你要减肥。要减肥呀？对，要减。还有一点。下午的时候眼睛偏长。可以拍了。